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今天去了海鲜市场，买了一个海参。它为什么叫海参？它是海里的参吗？哎呀，怎么那么黏黏糊糊？我以为它比较硬，怎么变成了个平了，又平又长，那么大。那我去把它煮一下。大家看一下，刚刚煮我的海参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它肚子怎么那么多气啊？我的个亲妈妈呀！疼死了！有点臭味儿。其实大家，我一点都不想吃它，但是为了你们，我去来咬一口。哎呀，怎么那么硬？来尝尝。